嘉义，你想到什么最有名？嘉义想到刚刚唱的鸡肉饭呢、啊？鸡肉饭，对，一定要吃火鸡肉饭。对啊，鸡肉饭，鸡肉饭，瘦子吃了会变胖，胖子吃了会怎么样？变壮啊、哦！还有方块酥，方块酥、吃了打牌不会输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凤梨酥，凤梨酥。吃了孩子爱念书、哦、你看嘉义的所有东西都是好东西、哦所以很多东西有灵感了以后把它行销出去手法很重要创新的手法很重要现在的管道有很多对而且我们的网友哈、哦、都喜欢接触新的东西哈、哦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只要抓住市场的脉动哈、哦这很重要的是